Reverse D 是一款动作 RPG 手机游戏，玩家首先要选择三位角色组成一队去挑战关卡。战斗中角色可以随意切换，角色除了技能之外，还有独特的 EX 必杀技能，而必杀技能还能够和连击搭配，只要在连击时施展必杀技能，就能够打出高连击数，借此提升攻击伤害。如果想要加强角色能力的话，就要透过升级、进阶、装备强化等系统。虽然角色的初始阶级不尽相同，但透过升阶系统就能够让角色提升到 SR 的阶级。游戏虽然有自动战斗的功能，但有许多关卡还是需要玩家亲手操作才能够突破。如果想要轻松过关的话，还是先搜集素材来强化角色跟装备之后，再上战场吧。而这款游戏最有特色的就是圣域系统，玩家可以将自己拥有的怪物配置在圣域中来防御其他玩家的侵略，或是玩家也可以去侵略别人的圣域来抢夺资源。当其他玩家侵略自己的圣域时，游戏会及时跳出推播通知，这个时候玩家就可以立即进入自己的圣域里和敌方玩家对决。在其他玩家随时的侵略之下，你还能够顺利打败他们，并坚守自己的圣域吗？